飞轮海成员之一的汪东城21号与粉丝一同提前庆生，喜爱画画的大东特别设计了自己的蛋糕，并在现场许下生日愿望。心情呢，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男生嘛，常常就是人家说三十而立需要一番肩膀跟事业这样子，然后感觉有那种成家立业的压力，但我觉得你要成家立业更需要一些经济基础，所以现在既然没有对象嘛，那真的就是要全心的冲刺我的事业这样子。30岁的汪东城自曝自己一直被妈妈催婚，汪妈妈甚至急着想抱小朋友。我是不太能接受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竟然可以接受。我妈一直说啊，你没关系啊，你不用结婚就赶快生个小孩子给我抱就可以。我说妈，不要给我压力，对，还是要赶快找到女朋友，然后结了婚才可以生小孩子。目前没有对象的汪东城大方在现场征女友，坦言喜欢会做菜的女生，并透露只要能抓住她的胃就能抓住她的心。